师兄，方才巡山，我们抓住个可疑的女子。我们是苍山斩妖人，此处荒山野岭，妖女横行。你一个弱女子，在此何为？我叫小玉，家住岐山脚下，只因今日家父上山采药多日未归，所以上山来寻她。既是如此，那为何被我等撞见？ 却要落荒而逃。荒山野岭，我一弱女子，只恐遇上歹人，所以……满口胡言！我等此来岐山，便是为了铲除萧王。那萧王凶残异常，这方圆百里见不到半个活人。你能安然来到此处，在下可是佩服的很呢。我。 原来是只狐妖，有你受死！且慢，我看他道行尚浅，且并未加害我等，不必节外生枝，放他去吧。师兄，切不可被他骗了，这狐妖极有可能是萧王同党。萧王残暴，我等也多受其害，小女子真的是过路小妖。 望助为您在我修行不易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万物皆有灵，我等斩妖人，也不是滥杀之辈，否则与萧王何异？师兄，师兄还想三思，不能放啊！之前的情报，并没有说萧王与狐妖一族有所勾结，我相信这狐妖的话。 这次就放了你，修行不易，你好自为之。多谢。
我等此行亦有数日，还没有找到萧王下落。不要东瞻西顾，全力搜寻萧王踪迹要紧。发现萧王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一个时辰后，无论寻到与否，都在此汇合。 这人都被我下炉子炼了，方圆百里遍寻不到，没想到还有个送上门来的。炼人精魄，没猜错的话，你是萧王同党。<笑>萧王神威，岂是你等列祖想见就见的？今日你撞见我，注定要化为我颅内之鬼。
师弟，快走，快走何待？